大家好，我是吉祥游侠。先把菜拿出来，昨天买的，准备烧一个香芹烧鸡肉，今天还买了点鸡肉，搞一点点就行了。还有酱料，对，酱料是一个中国朋友送的，我还保存着呢，就这么多了。这个是火锅底料，一点点。这个是酱料，放在这里。等我拿下去。OK。好，今天烧一个，鸡肉烧芹菜，用中国的调料。现在拿下来，拿到厨房来。我平常在这里吃早餐，今天用他们厨房。他是这里的厨房的管理员。我带了中国的酱料，然后弄一点鸡肉。那我要的这个锅，平底锅。小一点的，没有小一点，我只有小一点的，小一点的平底锅，差不多这么大，那就用这个锅吧。我看看这个锅好不好用，哦，那就这个，谢谢。等我多烧一点，跟他们一起吃。鸡肉，谢谢，摸起来可以了。鸡翅膀，昨天买了一些鸡翅膀。鸡翅，鸡翅膀。菜已经准备好了。这是芹菜叶的，我还挺喜欢吃芹菜叶子的。这是擀的，在底下。刚才他端了一杯红茶过来了。这个已经弄好了，准备上，倒一点火锅底料在里面就可以炒了。给他留一点点，怕他吃不惯，给一点就可以了。盖上，我们来。